顺哥给的建议很好玩，他说见一点见一点，那个就很准确啊。嗯，因为你在做任何动作，你怎么知道学生听得懂见一点 ？OK 了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他刚有够见吗？啊，对我来讲，稳定度还没有很好。对，顺哥，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，不见不够见是怎样？然后你喊了见一点会变怎样？比方说他刚在表演蔡依林的时候，他会喊。但是我觉得他脸就不够见哦，因为就多要多一点点，要到位。因为你今天难得康熙这么大的节目，这么多人在看，你要告诉大家说我行的，不是说我告诉大家我还好，那你来干什么？嗯，对，我很严格在这方面。你这样子，花妹是不是要交牵扯？哦，时间很长，花妹没有一点问题。部分很厉害啊，恭喜你！好，谢谢。OK， 加油。不过后面表演真的很倒霉，可是千金大小姐准备了一个很姐妹的东西耶。我觉得他们这一段好危险哦，应该会剪掉吧？开始揉字了，还要聊高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吗？你们是只唱，你们是两人合唱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是除了你们两人之外，别人都不在乎这件事情的表演吗？好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乎。不是你们唱这首歌有什么意思吗？就因为我们就认识了12年啊。希望就是以后有你真好啊。嗯，不是唱一首我只在乎你，因为是合唱，很少姐妹是因为彼此在有你真好就要唱有你真好吗？就是要宣示你们的好交情？也不是啊，就歌词就很我们。对，而且就是他的好歌声要让大家听到。你为什么要唱？我就不知道啊，双人对唱我没办法一个人唱，没有 feel， 所以他硬要拖我下去。我们看的点是说要很感动你们有12年的交情，是不是？就是觉得他唱歌很好听。顺哥，我们缺司机，你来一起开吗？我载你们去玩。请不要当司机都不行哦。请不要载你们去玩。老师，那个节奏可不可以调快一点？你都没办法，你都没办法，会不会拖太长？好，欢迎周静哦。完成演唱了，徐老师，这一段我们烧成光碟送你们，我们自己收藏。他们很用心，他们有穿姐妹服，有蓝白。对了，这首歌是真的对我们两个意义比较大，因为我刚刚唱到中间，就是有种回想到很多事情，就会很想哭。哦，好了，哭出来，哭出来。因为我的记忆力很短，很像，然后我每次常re稿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记得。还是就是我们中间，像我们昨天还有一起去练歌，然后还会跟我讲一些故事。你的歌有练过我昨天吗？是不是练了1个小时？对啊，有什么地方想哭的故事？因为毕竟10几年，我们真的就是一起走过很多事。是什么？有没有有失恋很多次，然后他是陪在你身边？很多小大大小小的事情。你用你的友谊来支持他，希望他进入演艺圈，然后他一定会很好的。可是刚多支持，那刚刚顺哥就说啊，叫他好好嫁一个人，这个事你不同意哦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像 SG 也是发展的很好，还是嫁了很好的人，有两个很漂亮的宝贝女儿。可是可以不，顺哥意思说不要工作哎。可以发展5年，好好好好玩哎。可是同时也要吃中药调养身体。是。因为演艺圈其实让很多人很难受孕。真的假的？就我怎么可能？演艺圈到处都有人在怀孕呢、啊？不是，但是有很大部分的，因为你看到都已经爆出来怀孕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很多人他一直在吃药在调理自己。是哦，那压力是很大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男生女生都有关系。对啊，那康康到现在他也在努力啊。其实沈玉琳也还在努力啊，一直在努力。怎么办？最后花花的妹妹，哇，她是压轴哎，她应该杀得出来的。她应该可以，我放开心胸啦。那顺哥，你觉得她要结婚就是养生子，还是她可以赶快进演艺圈混一下？花妹，你有准
备节目吗？有，我有。疯狂的是不是？是，而且相信我真的很不敢看那个桥段，小 S 姐应该会非常的熟悉。花妹，我跟你讲好啊，就是你表演完之后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收场，我们就直接拜拜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讲求变化，我们就落荒而逃。好，那我叫落泪。也不用啊，就灯都暗掉，就散场了，有什么好做后面的戏的？就字幕会在脸上揉过去啊。对，你应该那个骑着那个字幕机跑走的，坐在上面跳起来。花妹加油啦，上场。一分钟的瘦身操，我是谁？徐老师。